我出门咯。哎呀，你当时叫你交一个男朋友回来呀、啊？哎，怎么叫？手压起来，两肩来走甲飞嘞。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我的真命天子？会觉得他是香的。小姐，可以做个朋友吗？第一次有人闻到没被吓跑的，难道他鼻塞？你身上的味道好棒啊！你觉得很香？我觉得非常特别。Only you， 是真心的爱我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想把你身上的味道做成防狼喷雾剂。我公司就削爆了。Only you。